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撩人姿势，卖弄性感，一张一张照片，有的几乎一丝不挂，只遮住了重点部位。一系列照片PO在个人粉丝专页，让网友讨论。女模本身原来是个英文老师，但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照片竟然让她丢了原本已经录取的教职工作。全身和肉体的裸照，另外在不雅文字就是骂《三字经》啊，还有那些骂一些脏话等等。南投鱼池国中应征英文代课老师，这名诚信女老师原本已经录取，却被家长发现一系列性感裸露照片，加上脸书曾经出现了粗话言论，校方开教评会认为有损师道，决定不录用。这名女老师今年27岁，162公分，47公斤，身材火辣，实在没想到性感照会让自己丢了工作。消息一出，她在脸书抱怨：“你们用肮脏的眼睛观看，别用你的意识脏了我的图。”那么当然，代理老师哈，他也是属于啊老师规范的一个范围啊，进到校园里面再发生一些纷争，再来处理，恐怕那个问题啊会越演越烈。袁老师本人上午没有出面回应，但他在脸书上抒发心情，自认当老师期间没骂过粗话，天地良心，如今决定当起模特儿，接案子，暂时离开教育界。记者陈家贵南投报道。